车呀、啊？你不得要我弄破哎！你要做什么啊？你从那边这样子一直闯红灯过来，我闯红灯啊！你先下车，洗手下车。你从那边这样子一直闯红灯过来，我闯红灯啊！你先下车，洗手下车，你洗手下车。哇的，你不错的。那你是要干什么？绿灯停，你在叫什么？驾驶一直在昏睡中，一直没有下车，而且之后他就滑行了，穿越了县东路之后。我们还是持续的拍打车窗，直到他快撞到民宅了，我们才跟他做破窗的部分，让他停车。我有跟他解释，等到驾驶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有跟他做酒测的部分，酒测值超过 0.86， 然后驾驶的司机有跟我们讲说，他是原本在家里喝啤酒，然后又到彰化市喝酒，所以我们就依照公共危险的部分跟他移送法办。精神一点，有吗？行车一下。啊？你是有喝酒有？没有啊。不然你就开到睡着了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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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们干多少？0.42了，自己看。违反公共危险哦，你有三项权利。第一点，你可以保持沉默，无需违背自己的意思陈述。第二点，你可以选任辩护人。第三，警方在这边。